天要介绍的是东京的行程，包含从东京主要逛街的市区，以及周边近郊还有邻近几个县市的景点。东京这边的范围很大，可以参考位置来安排行程哦。接下来来看这边列出的是东京自由行的热门景点，我们把邻近的景点都安排在一起，分为23天，一共有135个景点。第一页的景点是适合第一次去东京的人可以优先安排，有很多东京的知名逛街圣地。第二页开始比较会是东京的深度旅游，大多是近郊跟邻近的县市，行程可以依照自己的时间跟体力做删减。接下来会简单介绍各个景点，有兴趣就一起看下去吧。第一天来到的是涩谷地区，主要是逛百货以及知名的涩谷 Sky 展望台。涩谷最知名的十字路口是东京非常热闹、人潮聚集的地方，这边有很多的品牌跟百货可以逛，也是年轻人的时尚购物天堂。涩谷 Sky 展望台位在 Scramble Square 的楼上，高度有52楼。除了能看到整个涩谷市区、东京铁塔、晴空塔等等，天气好的时候，最远也可以看到富士山哦。想拍照纪念的话，会推荐在白天去，风景会比较清楚。第二天来到原宿地区，早上到明治神宫参拜完以后，能一路逛到涩谷去。明治神宫里面供奉的是明治天皇和他的妻子昭宪皇太后，这里占地面积很大，可以到本殿参拜以及买御守，也能在这边抽一支签作为纪念哦。原宿车站前的竹下通是东京次文化流行的圣地，有各式各样潮流古着的店铺，也有饰品、小物跟餐厅、小吃等等的。表参道是一段林荫大道，有很多的高档的精品品牌以及新锐服饰品牌的旗舰店，还有一间购物中心表参道之丘。猫街是由一些小巷子组成的，里面有很多具有特色的服饰古着店，也是街头次文化聚集地。明治通是连接了原宿跟涩谷的大马路，这条路上也有很多知名的品牌，像是日本知名的 3COINS 跟 NICOAND 都设有旗舰店。第三天的行程有许多人第一次来到东京必访的景点，也安排了附近值得一起逛的地方。竹地场外市场有很多美食，像是各式各样的海鲜、玉子烧跟和牛。除此之外，也有卖很多干货、零食或是厨房用具。浅草寺入口这个大大的雷门是热门的打卡地点，也是浅草的象征，总是聚集了很多观光客在这边。经过雷门就会来到重见市商店街，这条街是日本最古老的商店街之一，卖了很多传统工艺品、名产小吃还有伴手礼。上野阿美横丁是一条长达500公尺的商店街，包含有很多的美妆、药妆、零食、杂货店，也有很多丰富的小吃跟美食。上野恩寺公园里面有好几间博物馆跟美术馆，以及上野东照宫、上野大佛等等，在樱花季也是赏樱的好地方。上野动物园就位在上野恩寺公园里面，是日本最古老最有名的动物园，有2只熊猫进驻以后，上野的标志也成为熊猫，随处可见。东京晴空塔是世界第一高塔，上面有高度450公尺的景观台，也设有美食餐厅跟商店街。龟友是日本动画两津勘吉的故乡，从车站出来以后，周围就分布了许多动画内的人物雕像，可以跟着地图四处寻找他们的踪影哦。第四天安排相近的3个地区，可以到东京车站、秋叶原以及银座逛逛。东京车站里面有许多伴手礼店，有些是只有这边有贩售的限定商品，从1早8点营业就有很多人开始排队了。另外东京一番街有著名的拉面街以及动漫街，可以吃美食、逛逛玩具小物。秋叶原站一出来的大马路是著名的电器街，聚集了动漫中心、游戏店以及电器用品店，还有很多的女仆咖啡厅，是御宅族最具指标的朝圣地。秋叶原无线电会馆里聚集了很多间店，动漫啊、漫画啊、游戏相关商品都应有尽有，也有秋叶原规模最大的集幻式卡牌专门店。
2K540 位在铁路高架桥的下方，是个贩售艺术品与手工艺品的购物区，有木制品啊、皮制品、珠宝，还有手工体验课。这边的商品大部分都是独一无二的。接下来来到银座地区，这边是东京代表性的高级购物区，有许多精品品牌旗舰店，还有众多的百货公司、大型商场。Love 在许多地区都有分店，在银座有一间6层楼高的旗舰店，里面有很多的文具杂货、文创小物跟特色伴手礼，每一层楼都是不同的主题，可以逛很久。中城日比谷是一座复合型的购物商场，包含了商办大楼、购物商场、美食休闲，有精选了60多家品牌，还有东京都内最大的电影院。第五天安排了现在最红的哈利波特影城，晚上再前往新宿逛逛。东京华纳兄弟哈利波特影城是以电影哈利波特为主题的娱乐设施，这边需要事先预约买票才能进入，里面有很多电影内的场景以及互动跟拍摄的体验，也能享用到电影内出现的美食或其他的英式餐点，并设有全球最大的哈利波特纪念品商店。新宿公园塔由3座不同高度的摩天大楼组成，有办公区、饭店、商店、多功能大厅和餐厅等各种设施，顶楼也有高空酒吧可以欣赏夜景。第六天接着继续逛新宿市区，包括有很多间百货、居酒屋一条街等等。新宿的歌舞伎町聚集了很多餐厅、游乐场跟电影院，晚上的夜生活是这边的重点。这里也是日本少数的大型红灯区，合法的成人场所，也有很多卡拉 OK、居酒屋，是很多上班族下班来放松的地方。歌舞伎町 Tower 在疫情之后全新开幕，集结了旅馆啊、电影院、剧场，还有 Live House、游戏机等丰富的娱乐设施，也有咖啡厅、餐厅以及酒吧，可以在里面待上一整天。新宿车站附近也有很多间百货公司，像是比较老牌的百货，如新宿伊势丹、高岛屋时代广场，以年轻流行品牌为主的 Lumine Esto， 另外新宿 My Lord 跟 Nuoma 则是以餐厅美食为主。新宿黄金街号称是日本第一欢乐街，整条街都是2层楼的怀旧建筑，聚集了300多间的特色酒吧，每一间酒吧有各式各样的主题，可以来体验看看日本传统的居酒屋风情。新宿司出横丁是一条有许多老式居酒屋的小巷弄，里面有大约80多间店铺，可以一边喝酒一边大口吃串烧、烧肉，体验日本最道地的味道和氛围。第七天的行程来到丰洲市场跟台场。丰洲市场总共有4栋大楼，其中在青果洞的1楼有4间美食餐厅，2楼有提供民众参观，管理设施洞的3楼有13间美食餐厅，仲介水产批发大楼的3楼有22间美食餐厅，4楼的鱼河岸横丁则是卖了很多干货跟纪念品，另外一栋水产批发大楼的2楼则是可以看到鱼货跟他们的处理方式。接着来到台场 ，Aqua City 是位在海滨的大型娱乐购物中心，大约有超过120间店铺，包括美食餐厅、店家、电影院等等，在顶楼设有关东伊势大神的神社。另外在旁边可以看到彩虹大桥，以及象征日法友好关系的缩小版自由女神像，也是热门的打卡景点。来到另一边，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只1:1的巨型钢弹，在每天特定的时间点会有1分钟的变身秀，到了晚上的时间则是灯光秀，旁边也有钢弹相关的纪念品商店。后面的是 Diver City 东京广场，它也因为门口的等身大钢弹立像而闻名，里面有很多像是 GU 啊、Uniqlo 等等的上百间品牌，是一间比较亲民平价的购物广场。第八天的行程安排在6本木地区，这边在樱花季能看到一整片的樱花，冬季也会举行圣诞节点灯，配上东京铁塔，非常美丽。六本木之秋又被称为六本木行程，里面有一些品牌都是偏比较中高价位。森美术馆是日本最高的室内美术馆，位在森大厦的53楼，这边展出了时尚、影像、音乐与建筑等众多的现代艺术作品，每年也吸引了100万人去参观。
在森大厦52楼的新城展望台很有名，可以看到东京市容，也能近距离看到东京铁塔，是一个很适合看漂亮夜景的地方。毛利庭园占地面积很大，在一年四季分别有樱花、银杏、枫叶可以欣赏。夜间的露天酒吧也聚集了很多外国人，是难得静谧的城市绿洲。在毛利庭园旁边的朝日电视台，除了是日剧《男女纠察队》等等的拍摄地点，还有哆啦 A 梦主题的展览，也可以看到1:1的大雄房间，都是免费参观的哦。另外也有蜡笔小新的周边商品馆以及其他日剧及漫画的展出。在东京中城的周边有许多可以放松休闲的地方，在每年3到4月也会有一整片的樱花可以欣赏。东京中城内有饭店啊、住宅、办公室、商业与文化空间等等的设施，最主要的景点有三得利美术馆、国立新美术馆，广场上时常也有各种活动。麻布台之丘是新开幕的日本第一高楼，里面进驻了许多品牌跟店家，也有很红的数位艺术美术馆 Team Lab Borderless， 涵盖了住宅、商业、餐厅、美食还有酒店等等。东京铁塔是东京最著名的地标，可以上到它的展望台，一览东京夜景以外，也能欣赏光雕投影。里面有最高的神社铁塔大神宫，据说求姻缘、求功名都很灵验哦。第九天安排到东京迪士尼乐园。迪士尼乐园不管什么时候都有满满的人潮，这边的设施比起迪士尼海洋都比较温和。里面最推荐的设施有美女与野兽、城堡奇缘、巨雷山、怪兽电力公司等等，最经典的日间及夜间的游行也是不能错过的。第十天来到的是迪士尼的海洋乐园。迪士尼海洋比较没有像身在迪士尼的感觉，里面以海滨为主题，还有一点在欧洲威尼斯的感觉。这里的设施就比较刺激，推荐的设施有惊魂古塔、地心探险，还有愤怒双神等等。这里也是全球唯一一个以海洋为主题的迪士尼乐园。要特别注意的是，这两个乐园没有现场购票，都需要事先到官网或是 KKday 还有 Klook 去购票，也可以参考人数预测网站来安排要挑选哪一天去哦。第十一天安排的是都电荒川线一日游，搭乘百年路面电车玩遍老京都。第一站先来到鬼子母神堂，这边供奉的鬼子母神是保佑妇女儿童的护法神。这里有700年树林的巨大银杏以及鸟居。另外在每个月大概是第三个周日，也会举办手作市集，有手作工艺品、首饰、布品、皮件、餐具等等的，大概有160摊左右。有遇到也不妨去逛逛哦。神田川樱并木是一个赏樱的景点，这边大多是当地人会来，在樱花季的时候非常漂亮。下一站来到早稻田大学散散步，这所是日本第一的私立大学，里面有很多充满欧式风格的建筑。潮鸭地藏通商店街是有日本婆婆妈妈的元素之称，在这边可以体会到日本街市风情，也能吃到很多道地的小吃。这里有很多的神社寺庙可以走走哦。东京巨蛋城是一座包含游乐园、购物中心、美食餐厅等等的大型娱乐设施。游乐园入场是免费的，有很多大型的游乐设施按设施计费。旁边就有美食广场跟购物中心。最为人知可以看演唱会跟棒球比赛的东京巨蛋也就在隔壁。第十二天来到镰仓地区，这边是位在东京近郊的地方。镰仓高校前平交道又称灌篮高手平交道，这里是灌篮高手主题曲出现的场景之一，也因为电影又上映的关系，人潮超多，想拍到空景一定要早一点来哦。下一站来到长谷寺，进入之前要先购买参观券，里面供奉着11面观音菩萨像，外面也能看到可爱的地藏菩萨。这边也以一大片绣球花海闻名，每年6月都会吸引很多人去看花。高德院的镰仓大佛是日本第二大佛，全身都是用青铜塑造而成，佛像内部是中空的，可以购票进入参观，票价是20元日币。小町通商店街是镰仓最热闹的一条街，可以逛的店铺很多，有日式杂货啊、服饰店、餐厅等等。走到底会抵达鹤冈八幡宫。
鹤冈八幡宫是镰仓有名的神社，主要供奉八幡神。八幡神是日本的战神，这边曾经是镰仓幕府时期的中心。若宫大路在小町通商店街的隔壁大条马路，也同样会通往八幡宫，一路上都是工艺品及名产伴手礼店，也有卖镰仓特有的煎饼等土产。接着来到江之岛，首先来到这边最热闹的盘柴天商店街，这里有很多杂货、美食、小吃，走到底就会来到江岛神社咯。江岛神社是日本三大盘柴天神社之一，就像是财神爷一样，所以人潮超级多。江之岛海蜡烛展望灯塔位在江之岛的岛中央，门票是500日元。进去之后会先看到江之岛塞缪尔科金花园，这边在每年的11月到3月会点灯，登上展望灯塔之后，可以360度没有死角的眺望香磨湾跟周边的景色。第13天的行程，我们来到川越，位在崎玉市的近郊地区。喜多院是一座建于830年的佛教寺庙，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，可以参观到多种表情的500罗汉尊，还有德川家光诞生的客殿，也是适合赏樱的好地方。接着走来熊野神社，这里范围不大，但很热闹，可以祈求开运啊、结缘和财运之神，也有洗钱的求财开运活动。本丸御殿是江户时期穿越唯一留下来的建筑，可以入内参观摆放的人偶，看看旧时代的人们是如何生活。大正浪漫通长200到300公尺，保留不少大正时期的浪漫复古建筑与长和木造建筑，沿途可以看到好几家咖啡厅、餐厅和土产店。藏造之厅穿越老街是穿越的代表性景点，整条街道两侧都是充满历史感的屋舍，会有瞬间回到了江户时代的感觉。穿越老街这边的知名地标是这座钟楼，楼高3层，高度大约16公尺，在它的周围也聚集了很多人气店家。穿越的冰川神社有1500年的历史了，据说祈求缘分啊、婚姻圆满以及家庭和乐很灵验。这边还有两个有名的祭典，分别是穿越冰川祭，还有结缘风铃。小江户葬礼是穿越市产业观光馆，由150年历史的酒藏改造而成，里面除了有很多的土产伴手礼以外，还能体验崎玉县所有35处酿酒厂的日本酒。第14天来到横滨，安排到八景岛海岛乐园。横滨八景岛海岛乐园有日本最大的水族馆、日式娱乐设施，以及种类繁多的餐厅还有购物商店。这边就像一座大型度假村，可以购买一日票或是按照使用的设施计费。第15天一样是在横滨，主要是逛街的行程。横滨园町商店街全长1公里，聚集了很多有欧式风格的建筑，也有服饰、皮件、杂货等等的商店，很多更是百年老店，很值得逛一逛。另一边是横滨中华街，这边是世界上最大的唐人街，在这边有许多中国风格建筑、牌楼、庙宇等等，其中像是妈祖庙、关帝庙也很有名。在这里当然也能品尝到很多的中华料理跟小吃，也能买到伴手礼哦。接着来到附近的山下公园，这是一座利用关东大地震灾后的瓦砾填海造陆而建的海滨公园，可以在这里散散步，看看横滨港跟都市的风光。横滨钢弹工厂这边有一只1:1的钢弹模型，这只钢弹会摆动行走。另外有展览、展演跟夜间的点灯秀，园区内也可以看到钢弹模型制作跟组装的过程。横滨红砖仓库有1号馆和2号馆2座建筑，建筑外观保留红砖建筑的欧式风格，内部则改建为有商店、餐厅以及文化娱乐的复合设施，晚上也会亮起橙色灯光，有浪漫的氛围。
横滨 Cosmo World 是一座都市型立体游乐园，不需要门票，依照搭乘的设施计费。这边有一座大摩天轮，还有云霄飞车、旋转木马等等的，也有室内的游乐设施，下雨也能玩得尽兴。另外再介绍横滨这边有三间大型的购物中心，分别是 World Porters、Hammerhead， 还有一个是 Marine Walk， 都是有商店、美食餐厅等等的商场。其中 Marine Walk 就在红砖仓库旁边，设计风格延续红砖仓库，是一个露天街区型的商场，有很多来自美国西岸的服饰，有海洋、冲浪等等的度假元素。和味道纪念馆是一间泡面纪念馆，在里面有展出世界各国不同品牌跟口味的泡面，另外也有制作体验，你可以做出自己独一无二的杯面口味，最后在纪念品店可以买到限定商品哦。第十六天来到青井泽啦，青井泽是东京近郊很受欢迎的度假胜地。云场池是很热门的青井泽景点，它是狭长型的环湖公园，每个季节都能看到不同的变化。据说秋天是最美的时候，可以看到一整片的枫叶。旧青井泽银座通是大家来到青井泽一定要逛的商店街，沿途有很多充满特色的店铺，各种必买的青井泽土产纪念品、青井泽雕工艺品、天然果酱或是当地美食小吃，应有尽有。白丝瀑布也是青井泽的热门景点之一，整个瀑布宽度大约70公尺，高有3公尺，一条条水流像细丝一样流下来，这边的停留时间不长，大约半个小时左右就 OK 了。草津温泉，乘坐巴士来到草津巴士站以后，会先看到的是汤田。汤田是草津温泉最有代表性的景观，周围的特产、小吃等等的商店都围着它开。这边有几个地方可以免费泡脚，附近还能到西之河圆通逛逛。最后回到青井泽车站这边，来到青井泽车站王子购物中心，这里是一间 Outlet， 规模很大，有很多品牌，在折扣季的时候更是会有超优惠的价格。王子大饭店滑雪场有16种不同的雪道，有练习场提供滑雪课程，也有专属儿童的滑雪场。除了手套、护目镜与帽子要自己准备以外，其他的滑雪用具都可以直接在这边租借，非常方便。第17天要前往富士山，搭乘缆车以及顺游周围的景点。天上山缆车全长只有460公尺，搭3分钟就会到山顶了，但景象很开阔，很值得一看。到山顶之后可以看到富士山搭配河口湖的美丽景象。接着来到河口湖音乐盒之声美术馆，这边占地不大，但有很多值得看的地方，从珍稀的音乐盒收藏、世界最大的音乐盒演奏、音乐喷泉表演、欣赏富士山的绝景等等，也可以租借欧洲贵族风格的服饰，漫步在欧洲庭园内。大石公园的四季有枝垂樱、油菜花、绣球花等90种以上的花草可以欣赏，最热门的就是6月下旬到7月中旬期间限定的薰衣草季，可以在公园内拍到紫色薰衣草加上富士山。新仓富士前间神社也是一个可以看到绝美富士山景象的地方，总共要爬快700阶阶梯，中间也会先经过一些神社，爬到最上面就会抵达最热门的地方了，最多游客会喜欢跟五重塔还有富士山一起合影留念。本町二丁目商店街这条街最知名的就是可以拍到很近很大的富士山，这边复古的街景配上富士山，有另一种特别的韵味。人野八海位在富士山山脚下，这边曾经是富士山周边的湖泊之一，但因为富士山喷发而改变了原有的地形地貌，湖泊干枯了，原本的沼泽也变成山丘，富士山底下涌泉在洼地形成大小不一样的池塘，这些池塘倒映了富士山，形成了一个美丽的景象。富士极乐园在富士山山脚下，园内有很多超刺激的云霄飞车跟鬼屋，都创下了世界惊世纪录的可怕。另外也有适合亲子的温馨园区、主题园区。第18天的行程，搭地铁来到吉祥寺站。
三鹰吉普力美术馆是吉祥寺站的热门景点，可以进入宫崎骏的世界，从珍贵手稿到动画制作过程都可以看到，但这边没有办法现场购票，每月十日会开放，隔月的时间需要先上网预约登记。井之头恩寺公园占地面积很大，在假日的时候会有手作摊贩小市集，还可以在这边搭乘天鹅船游湖，里面也有神社跟动物园，樱花季的时候也是赏樱的好地方。最后可以逛逛吉祥寺周边的商店街，其中的口琴横丁商店街是一条狭窄的商店街，但挤满了100多间的店铺，这边有许多小吃店跟居酒屋。第19天来到品川地区，这边有很多丰富的景点。品川水族馆虽然面积不大，但馆内的展出很丰富又独特，搭配科技投影跟互动灯饰，还有精彩的海豚表演秀，是一个适合亲子同游的地方。品川神社可以祈求开运、健康跟招财，这边有全东京只有3座的石造，并且攀有双龙的巨大鸟居，有一座根据富士山信仰而建造的富士冢，据说爬过去就像爬了真正的富士山一样，也会得到相同的保佑。品川花海道是沿着圣岛运河，在长约2公里的河堤上建造了花田，每年的春夏秋三季，这边都绽放着不同的花。大井赛马场一般称为东京都市赛马，一直到晚上都还有赛马的场次，可以到这边体验看看赛马的乐趣。户月银座商店街有很多的蔬果店、杂货店，也有不少贩售中古商品的店家，在这边逛可以感受到很道地的风土民情。天王岛洲是用于淤沙打造出来的一座人工岛，现在是充满文艺气息的文创区，有艺廊、工艺材料店等等，也有知名的美食餐厅。五藏小山商店街有东洋第一的拱廊式商店街之称，长达800公尺的商店街沿路都有屋顶，就算是下雨天逛街也不怕，里面有杂货店、药妆、美食，也有很多的特色伴手礼。中岩商店街也有拱廊的设计，全长300公尺，有服饰店、杂货店、咖啡厅等等。西小山商店街是很多当地居民都喜欢逛的街，虽然商店街比较短，但一样开满了店铺，在这边就像融入了当地人的日常生活。第20天的行程来到川崎地区，除了有最知名的哆啦 A 梦博物馆之外呢，还有其他百货跟夜景可以参观。藤子 F 不二雄博物馆现场没有卖门票，一样是要先上网预定的。如果你是哆啦 A 梦迷，绝对不能错过这个地方，里头展出大量作者的手稿，还有哆啦 A 梦互动游戏、电影等等的设施，还有限定的造型料理跟纪念品。来到川崎市立日本名家园，可以看到很多日本传统的名家建筑，一共有大约25间，都是从各处原封不动的搬过来。古房内还展示了旧时人们的生活用品，也展现了当时的生活形态。冈本太郎是一个日本的前卫艺术家，冈本太郎美术馆展示了他丰富的作品们，也有很多互动式的公共艺术，一年会有4次的作品更新。川崎大师寺的正式名称是平间寺，作为可以驱逐厄运的寺庙而闻名日本，每年新年的头3天都会有很多人去参拜。另外川崎这边也有好几间大型购物中心，像是 Lazona 川崎等等。逛到了晚上，可以到川崎工业区看看特别的夜景，不同于欣赏一般的都市夜景，你可以选择搭巴士或是屋型船，一边欣赏令人震撼的工业夜景，也因为离羽田机场很近，能近距离的看到飞机起降。第21天来到日光地区，东照宫二荒山神社是世界文化遗产，也是可以祈求姻缘灵验的古老神社，除了姻缘以外，也可以招福祈求人际关系顺利。
东照宫附近的轮王寺，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三尊八公尺高的金尊佛像，分别展现出佛陀的不同面相。寺庙周围都是森林，秋天的时候可以观赏满山遍野的红叶。中禅寺湖是日本最高海拔的天然湖泊，秋天的时候也可以看到超美的红叶。华岩瀑布被公认是日本最美的瀑布之一，中禅寺湖中的湖水飞泻直下，流入下方的山谷，形成一道近百米的瀑布。也不妨考虑在日光温泉或是鬼怒川温泉的饭店住一晚，泡泡这里的温泉，再顺游附近的景点。第22天安排了独麦乐园，从新宿搭车过去约半个小时的车程。独麦乐园是一个已经有50年历史的乐园，除了各种游乐设施外，还有夏季的水上乐园跟冬季的大型灯饰秀等精彩活动，也有日本最大规模的制作体验区，能在这边参加各种制作物品的体验活动，不管是大人或是小孩都可以玩得很尽兴，可以直接购买一日通票，无限次畅玩游乐设施。来到这次行程的最后一天，安排御殿场 Outlet 跟香根温泉。御殿场 Outlet 是全日本最大的畅货中心，在东京、新宿或是涩谷等等都有直达接驳车或巴士可以到，有购物商场、饭店、温泉设施、游乐场与商场，可以看到富士山，也是风景很美的 Outlet。 这边有世界精品、日本品牌的珠宝跟服饰、家饰等等，也有在这边才买得到的限定商品哦。最后可以找一间饭店体验香根温泉，可以一边泡温泉一边欣赏富士山咯。今天介绍完了135个东京的景点，不管是第一次去东京或是想要深度旅游，都可以参考安排行程哦。决定好想去的地方就赶紧出发吧。最后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。